安法是香港从乱到治的转机，我希望国安法也是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学生的学习重回正轨的转机，让我们携手努力，培养青年人成为具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有素质的新一代。香港國安法和國歌條例的實施是首次，在香港來說首次在法律層面是要求學校就一些特定的範疇是開展教育。在未來國家安全教育和國歌教育會是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重中之重，也都希望大家攜手一起為我們的學生建立一些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貢獻社會。就不可以說、要唱下國歌就是一個政治，其實這個不是一個政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應有的責任，在教育、在這個學校那裡都應該，每個學生都應該去認同我們這個國民身份和認識國家。唱國歌認識國家，國徽根本就不是政治，這個是國家的事，所以就在學校裡面去推動整個國民教育和國歌條例，其實非常簡單。